我不是台湾的，你猜猜我是哪里？哪里人？我觉得你应该是，哦，韩国的，Me too 啊！啊，Me too，Me too，哦，请多多关注，哦，不要，왜 그래？哇，所以你在仁川是吗？中国狗汉松哈呢？啊 哎你？正确。我是肌肉珊珊，对。不过要是你讲话可以再卷舌音再少一点，我会觉得更亲切。台湾人讲话就不卷舌儿，可是内地人讲话就会卷舌儿，对，这样子。